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。本次视频为您介绍如何使用 Spark 移动充电盒。拨动挡板开关，打开充电盒挡板。将电池放置在电池充电位置，向前推动卡紧，确保电池安装到位。将装有电池的飞行器放入充电盒中充电位置。请注意，中间充电槽的充电触点仅支持安装至飞行器的电池。盖上挡板，卡紧卡扣，飞行器桨叶可收纳于挡板内侧。连接充电器，开始为飞行器与电池充电。充电盒将优先对飞行器上的电池充电，然后根据剩余电量的高低，依次对其他两块备用电池进行充电。在充电过程中，充电盒也会对自身进行充电。充电盒下方 USB 接口可为移动设备充电。当飞行器或电池以开机状态放入开启的充电盒进行充电时，飞行器或电池将会自动关闭。三个电池指示灯分别对应相应位置的电池状态。绿灯呼吸正在充电，绿灯常亮，充电完成；红灯常亮，电池异常；黄灯常亮，等待电池充电。休眠电池唤醒后才可进入可充电状态。当充电盒已储存一定电量时，可作为随身电源为飞行器与电池充电。短按一次开关，再长按一次以开启充电盒。请注意，若充电盒电量不足5%，将停止充电并自动关机。若充电已完成或未检测到待充电设备，30秒后充电盒将自动关机。如需停止充电，短按一次开关，再长按以关闭充电盒。感谢您的观看。